法师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，爱心无量寿经解，第53面，倒算第二行，离第二，要一直看去。离广遐住在无碍门，这是华严经十贤门内面的第二。华严经解是爱贴大我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因的境界。而这个境界，就是咱一般人讲的得道咯，成佛咯。在佛法内面，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。伊甲梦想分别执着，拢放下了。要安怎入呢？莲修大师啊，伫《探险记》内面甲咱讲，伊六句。三门，每一门拢会当建立华严境界。十，各位同学拢知影，伊是表法的，伊毋是娑婆离，伊也代表圆满。换一句话讲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门门拢会去入华严境界，但是这个一切放下了后呢，梦想啊、分别执着放下了后，障碍就无了，就通了。啊，这地所过这地。全拢现前，啊！咱现在现前未？现在嘛现前，现前呢？现前因为咱放未落，放未落就未当去确立境界，道理伫即地啊。所以障碍永远啊，无伫外面，拢伫自心。对啊，理想来讲呢，凡夫成佛就在一念，一念觉就成佛了，一念迷呢，也就是凡夫。这一念啊，无真了解啊，什么叫做一念？真正难得，现代的尖端科学，量子力学内面发现，这个十贤门，量子力学内底会当啊解释，用科学的方法解释，解释了袂歹啊，伊会当入去袂？所以讲袂当啊，为甚袂当呢？伊迄个解释，甲咱啊理解是共款，咱即个叫做解悟。知影有即款代志，知影甲真清楚无错啊，可是你做袂到，爱做到甚物？爱证悟，
你就入境界了，你真正幸福了，正悟才会用你。所以科学家无容易啊，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，发现自私真相，发现了，毋是伊直接的境界，伊是利用真侪科学的工具发现的。也古早时阵啊，无这个工具，用什么方法发现呢？伊用家己亲近的方法发现的，迄个录不录音，迄是正悟啊。也伊亲近用什么方法？用禅定，也就是讲，放下对有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得到佛法初级的禅定，主要知影世间禅定有四禅八定，有八禅处，迄个未当入佛的境界，那是世间法。会当通达六道轮回内面的状况，未当啊出六道轮回，佛法只超越六道啊，所以啊伊无办法啦，就伫咧即个受想不定，搁再向上来啊提升，临安回向讲阿罗汉啊，定着九处地定。你看，八定啊，是世间有定就出去咯，你就拿了很久，这是佛法，这个佛法无究竟，修行啊，是佛法内面的初级佛法，就亲像《华严经》内面所讲的十信位啊，主要怎样？十信位啊，是佛教的小学啊。进一步呢，啊，分别也放下，就是对于这出世间一切法清楚明了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这个定呢，比阿罗汉较悬了，菩萨所证的。啊，菩萨的戒位。真多啊！古来祖师大德的判教啊，无共款。判教就是因看法无共，所以说分的这个级别也无共。于中国这2000年来，都有判教呢，一。每人拢认为讲，现代个现修办得上好，非常合理，所以这两家几乎也是经教的人，虽然无共宗派，也用因的方法，就像咱现在用的这个注解，五念祖老居士。就是用显修的方法，五教啊，修习中顿圆，修呢是修行，相当咱现在讲的修啊，习是讲开始，那就是中学。思考是中学，大乘的开始啊，中还是大乘的终极，啊，就是大学啊。圆顿呢，原来就是研究所，啊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所以。不得
菩萨阿罗汉是佛门内面的合归名称。你进入佛门的这个小教，那就是阿罗汉。伊有十个等级，一年级到十二级。啊，私教、宗教嘛是安尼啊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，菩萨相当是学术学位，第二学位，最高的学位。佛陀现在学校称佛师啊，无比这个较悬的咯。所以这是佛教三个学位的名称啊。念做老居士做注解，完全用研修家的佛教。因果教，用华严十篇门的主题，让咱这部经真明显呢。头前第一是禅门内面的宗门，非常重要。甲咱讲一个事实真相。一切法，这出世间一切法，同时同处，这个宇宙就是圆满的相应。啊，咱甲相应，换一字，大家就更加容易了解，就更加明显了。甲迄个相，改做感应。相应确实是感应的意思。你看，伊切法啦，当时当处，圆满的感应。即句话用咱现在啊，用易了解话来解呢，就是安尼解释啊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！非常的难得，咱也感谢近代先进的科学。如果若无量子力学，无法解释。你量子力学也不过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代志，伊会当解释。为什么呢？量子力学也肯定，有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啊。物质甲精神啊，永远是分袂开的。这是最近啊，量子力学发现的。有经伫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讲个真透彻，比伊讲个更加圆满。所以现在，咱用科学来证实、来证明佛经是无错呀。咱会当相信，重要都是讲来建立咱这个宇宙人生观啊，这真重要啊！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。我的这个念头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这个念头是正也是邪，念头一起来就周遍法界啊，我们感应咯，这个念头都是感嘛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事万物伊就应。
也感应呢，佛经上讲得清楚啊，有四种的形式：缘感、缘应、缘感啊、缘应、缘感、缘应、缘感、缘应，毋是无感应呀，绝对是有。有当时啊，你家己感觉着，有当时啊，感觉袂着。啊，两组的行来都也有讲遮个，讲真侪例啊。比如讲，即个所在蝴蝶，两只蝴蝶，伫咧一钓伊个结果，可能啊，伫几百里外、几千里外个所在就起一个飓风咯，起作用咯。为什么影响着迄所在？迄所在有缘啊，有缘伊就产生起作用咯。所以佛甲咱讲啊，起心动念毋通讲有邪念，毋通有错误。错误就是迄个所在有即种错误缘分，伊啊迄个所在会起作用咯。这个例真正明显呐、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宇宙甲咱是一体啊，地球甲咱嘛是一体、啊。原来地球上灾难真多，有办法来化解无？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球甲咱是一体、啊，我的念头若是正，无邪念。地球上灾难就无咯，这个灾难有经常讲较清楚，水灾是贪感应的，现在地球上水患啊麻烦啊，南北极的冰被融化，海水也上升咯，沿海城市就会隆重的淹掉。我讲这什么原因呢？比科学啊，讲过较深，科学也无讲着啊。我讲诶，这是地球上居住诶，遮诶人贪婪所干着诶。啊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才是麻烦大。科学家警告：如果上升四个摄氏度，这地球上的人就未当生存。真正多的物种拢会消失，温度。安怎来？我甲人讲，是一切众生尽慧的，一、这个念头感应。人尽慧，你看伊规身躯拢会发烧啊，发脾气的时阵，咱伫即块发一个脾气，地球温度就加一点啊，伊就升一点啊。集体，迄个效应就非常非常的大了。现在真正，谈天气拢是集体啊，都是所在无，无气，下面的是风灾，无慢，感应的是地动啊。啊，要仪式，对圣灵的教诲仪式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仪式，一定都要等到现代科学给证实，你才相信。
这啊，拢总拢是啊，暗影灾难的因素啊，所以啊，佛的这个国土佛教化的这个地区，你古做地区无灾难，叫做世界毋捌听讲有灾难的，我从世界毋捌听讲有灾难，毋是讲无啊。是人有方法来防范呐，我这下灾难袂起来啊！真方法教学，大家刚在讲，大家刚在教，所以接受佛菩萨教育的人，伊无这个邪念，当然更加是无不善的这个行为呀、啊。所以，因徛在这个环境，永远都袂讲有灾难。也因迄边的人，从来毋捌听讲有小些破病，无啊。这道理的，佛经上拢嘛有。啊，咱希望讲量子力学也过会通更加进一步，甲佛的经上讲的因啊。正是，啊，故这事实呢，科学家伊那认识了，认识到了，但是呢，真正原因也找无啊。啊，那现在人真可怜啊，必须等到伊找到，咱啊才会相信。啊，中国人有一句话咧讲，毋听老人言啊，食亏在眼前。老人就是古圣先贤啊，诸佛菩萨啊，老人啊，因证着了，因真正是科学家，伊无需要这科学仪器啊，伊完全是用禅定的方法，深深禅定内面。啊！宇宙真相全部拢看破了，无任何秘密。啊，科学呢，一定着爱借这个机器实验来证实，你真麻烦啦、啊，而且无究竟。可是现在因发现了。发现什么呢？发现这个世间无物质啊！啊，那明明看到这个物质，哪会讲无呢？伊讲物质是意念累积连续的现象，伊是意念的产物啊。这是近代量子力学发现的。甲佛经上讲的完全是同款的。延寿国师的弘经黄文观，前半段讲宇宙的缘起，宇宙是安怎来？甲现在量子力学所研究完全是同款的。也无达到黄文观，因为黄文观讲到本体，伊无讲到本体；因佛法讲，伊讲到阿赖耶，无讲到自性。阿赖耶互伊发现咯，啊，佛上总所讲，这个宇宙除了这个色以外，什么拢无。这是什么灵变呢、啊？或是灵现、灵性是什么呢？也是大问题，也无解决。灵变哦，我也找到了。这个宇宙之间千变万化，为什么会变？找到了。佛在讲阿赖耶，阿赖耶讲有三世相。现在量子力学家讲
宇宙之间只有三物件：能量、物质、信息。只有这三物件，这三物件确实是阿赖耶三世相。阿赖耶业相，就是因所讲的能量。阿赖耶的转相呢，就是这个第七摩那识，就是伊啊所发现的信息。阿赖耶这个境界相啊，就是物质啊。物质对到未来呢？物质是对信息来对啊，变现出来。这个唯识讲啊真清楚，可是唯识无讲啊究竟处。这个灵性灵现无发现啊，那是自性啊，那是普通的现象，普通都是灵量。这个灵量对对来，为什么有这灵量？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，我经常解决了。那是自性的本能啊，自性本来具足的，佛法修证到最高的层次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你看了本性，本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释迦牟尼佛。三十岁时阵进到了，入了这个境界。你华严经讲的是你华严境界。那在中国，唐朝时阵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，那么入这个境界。这家都有经过五条性相、事理、因果，完全通达明了了，圆满的智慧。明了了后，伊也教导咱，会当随顺咱啊，今下你讲大自然的规律啊。就是自性的规律啦，啊，咱中国人称为道德，自性规律。啊，你这生活啊，就会真正幸福美满啦，你的身体健康长寿。啊，这个年岁啊，虽然是增长啊，容貌是未改变的啊，永远年轻啊，永远未破病啊。哇，在这地区，真正是五谷丰登啊，你我清明啊，风调雨顺啊，无灾难啊。为什么呢？顺着性德啊！如果违背性德啊，麻烦就大了。什么灾难都拢会来啊！身体你会破病，来这所在有真多灾难。亲像这个呢，科学也未当甲伊讲清楚。可是今仔日咧，已经发现阿赖耶三世相，虽然袂当讲无背后因，咱也相信科学家渐渐会证实，但是伊袂当见性。为什么？见性必须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科学家即个无放下，伊无放下，伊研究到啊最后的结果，就咱即个境界。咱对宇宙了解是对佛经上得来知识，
呀，因是啊用科学实验得来啊，甲这个讲的是共款的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就叫解悟，毋是证悟。解悟啊，是咱啊对这道理啊，来对道理明白咯，方法也明白咯，因果也了解咯，咱家己知影讲要安怎去证，这路创清楚咯。哇，即句话讲，佛菩萨迄个境界，咱会当达到，毋是袂当达到诶。啊，佫何况佛伫经上甲人讲，这是真话啊！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啊，你本来啊是佛，为什么变成即款呢？灭了，灭了自性，灭了后，你最严重诶麻烦就是自私自利。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嘛烦恼起来咯。这物件起来时阵，所以身体就搞病咯，物质环境就多灾难咯，是安来啦。啊，明白了后，咱要改变心态，知影，咱的起心动念，变化改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。咱这念头的信息，伊拢总收着。你敢会当讲无人知影？糊涂的人毋知影，明白的人会知影。念有的人毋知影，啊，心地清净的人会知影。呀，知影也怪你袂袂啊！伊若要怪你啊，啊，伊佫起了分别执着咯，伊甲你共款呢，伊袂当超越你啊，所以看个真清楚，心内抑佫是清净啊，平等，如如不动，这叫做佛菩萨啊。伊也袂互你诶境界所转啊，这就徛伫顶面啊，伊永远袂落落来。道理你一地啊！今仔日咱来看第二门，公家自在无碍啊。对第二到第十，这是别说，头前第一条是总说，大所闻，这个大所是清凉大师啊，华严经的注解。啊，咱啊，甲称为华严大所，如境界之境，见十力之应。即句话是大所清凉大师啊所讲的。伊用镜呢，比如画，比如画咯。你啊，十力之应如讲，十二呀，就照下这个镜，来去照这画面，大概十二是无问题。中国的里比公里较细，十二是5公里，应该是会看较真清楚。现在咱看到地平线是30公里呀、啊，看到地平线30公里呀、啊，而且。一面镜呢，在啊，种诶现象就更加进步咯。现在咱翕相机啊，翕相机无一照啊，一几公分诶尔，镜头一点啊尔。咱若是讲徛伫更加悬一点诶所在。一地平线30多公里的，这个景观啊，全部拢嘛伫翕相机内底啊。比如何，咱知影什么呢？讲遐无解啊。啊，就是讲。
为着你的景观，有缩小无？有缩小啊！翕相机这小个镜头有放大无放大？伊啊，都伫内面啊！你来对艺术真深，咱呢，佮伊啊，应用伫咱个自身顶面，咱个目睭会当看，目睭确实真像只翕相机。啊，若是讲有计微小黑的，伊就是知影咯。啊，目睭会当看到未？目睭袂当看到，就亲像翕相机共款，目睭会翕啊，翕出来的即个景象就印伫即个颜色的顶面。咱是就那就后面这个荧幕，头前这个景观啊，就落地后面这个荧幕。现在咱看这个翕相机真进步，你伫这个镜头后面，你就看到荧幕了，你就看得较真清楚。但是啊，伊未分辨，目睭就亲像翕相机共款，啥人去分辨呢？第六意识分别，第六意识未当看到，你看未到也听未到。第六意识，伊嘛有见分，伊有相分，伊个见分见什么呢？就见眼色，伊入来啊，即、这个画面，伊伫内面就分别咯，所以分别。毋是眼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分别了后就起执着了，这个我介意啊，迄、那个我讨厌，迄是什么？迄是原那色，原那色也执着，毋是啊，伫眼色这个屏幕顶面，是伫第六意识的屏幕顶面，一顶一顶啊。目睭只管对外面，外面什么物件，伊只管收就是啊。伊啊，无办法分别执着啊！第六意识啊，是分别了后，印象落伫阿赖耶，一层一层的，拢是啊，转播啊，一层一层的转播，转播啊，感觉的迄个画面，甲外面共款啊。绝对也毋是讲，亲像咱看了翕相机共款，咱只看了即个画面，讲伊缩小，毋是？你看，咱即个目睭，翕相机的功能就大了。第六意识原理啊，第七意识去原理啊，拢甲外面的境界共款，咱像无看伊缩小共款。实际上，迄个屏幕是真细真细，非常的细。啊，所以讲咱个肉眼啊，无法当看到，连显微镜也看未到。如果看到咧，看加老早就甲伊讲出来咯。只有啊，佛会当讲清楚。所以啊，经常讲啊，盖住立须弥啊，挂菜籽真细粒，须弥山遮大，须弥山会当放伫挂菜籽内面。须弥山无缩小啊，挂菜籽啊。无放大，那连眼球啊来比如搁较了解，比佛这个比如搁较了解。啊，咱目睭啊，八开啊，你看迄个喜马拉雅山，看啊真清楚啊。尤其现在这坐飞机啊，你谷歌林下看地球咧。啊，地球都无缩小啊。咱咧目睭也无放大啊，无放大啊，感受是完全共款的啊。
拢嘛共款啊，这叫做公协吧，无该啊。伊啊咧，你识啊，你识。只会当讲接受，即个啊，即个音声，也无分别，也无执着。啊，分别执着拢嘛是第六识、第七识起作用。所以，真正修行人，毋通用色啊。用色是甚物？用色是烦恼啊！道光大师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就有讲咯，那是讲高赞出的修行人，毋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无办法达不到这个境界。伊讲啊，释迦牟尼佛伫楞严会上，教导遮个大众，迄、那个赞助拢啊相当的悬啦。啊，因什么呢？下些用棍啊，就甲诸佛如来拢是共款。下些是什么？无用阿赖耶，无用阿赖耶，目睭会看到袂？会看到？诶，什么见？见性见啊！伊看会听到，会听到闻性闻啊，毋是耳识啊，也毋是即个眼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离心意识，禅宗内面最讲究的，这个离啊。伊为什么参禅会开悟？就是伊的六根、第六顶境界内面。伊无用心意识，这管呐，这开悟会见性。啊，大圣，咱会问讲，什么是什么？心是落印象，意也是执着，色是分别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按见性立闻声。味又香啊，色香味啊，身体接触，伊内面的滴，拢总拢无用，那就变什么呢？完全是你接的，你无感觉。无用，分别都是无用第六识，无执着都是无用第七识，无落印象啊，都是无用阿赖耶识。这什么形容呢？这像镜照外面物件同款，无落分别。这是什么？观世音菩萨，只要有这个本事啊！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境界。高公大师提倡的下士用棍，非常符合《楞严经》的教义。楞严不是对一般人讲的。是对什么款人讲呢？你未开悟，也未开悟，已经达到开悟边缘迄个境界。用这个方法向上一个提升，因就入门咯，啊，就入华严境界咯。啊，咱明白这道理，啊，知这方法。咱真修行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哈卖用分别执着，
这叫真功夫啊！你这会当真正甲你啊，本来诶，你真心，你真心是清净诶，从来无染污诶。咱这个无量寿经啊，这个经题顶面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甲我诶心，清净平等，甲你才会当恢复。为何到清净心啊？你就是阿罗汉。为何到平等心啊？你就是菩萨。啊？为何到大觉啊？你就成佛咯。清净心是四乘法界内面的声闻缘觉成就的。平等心也是四乘法界菩萨佛证到呀，刚呢，觉就是出了十法界咯。也愿教初住以上啊，而且真佛是假佛啊，所以真修行，无论修到一个法门，那是方法啦、啊，门道不共款，不管事情无量无边，你是一个啊。绝对唔通啊，去分别执着。你啊，只要有执着啊，啊都有六道。六道安怎来？六道是啊，执着变现出来。所以啊，你对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未过执着咯。我叫人随缘呐，唔通攀缘。随缘就是不执着，什么拢好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点也未糊涂，真是智慧明了，明了，你无分别执着，这是阿罗汉，这菩萨啦。如果你阿赖耶无得用。心内面分裂拢未着，伊成佛咯。伊比菩萨观真多，菩萨也无到即个程度。啊，即、这个伫啊，上宗内面叫做下界勇君呐、啊。楞严经，唐朝时阵传到中国。这是印度的一部印度啊，这个时阵佛教向四面八方流传，因为国家啊，《楞严经》看作是国宝，这部经无被传到外国，所以真正做这古经，中国这古经去印度啊去留学，拢无看到这部经典。啊，这部经典是印度一个出家人巴拉米帝，好多来到中国来，也真艰苦啊！因为出关的时阵爱超辛苦检查了，啊，你查这个是违禁品是犯法的，爱处刑的，伊用真正艰苦的苦心啊，把这个手骨啊划开。啊！这部经用真细字写，写了后放在手骨的内底，再过用针甲填起来。安尼啊，偷偷出关的，伊无通查到，送来到中国来。完下做中文了后，伊回国，回国啊去自首啊，伊甲国宝偷摕来中国来啊，转去爱。承担责任，接受国家的这个刑罚啦。这款情形了不起呀、啊！想太难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
不是嘞，伊叫羚羊，因感觉羚羊是上方困，伊照这个经典去修学，也帮助咱。爱情啊，向上提升啊，这真难得啊。如果你从初中来讲，你会当有营养金，下是用滚的这种的方法，两性西方叫世界，唔是生地用基土啊，用便土。你是你接生到是无中人土，这是真诶，这毋是假。也就是讲，伊会啊帮助你看破放下，有即个好处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虽然无去学遮诶灵验啊、玩家，可是我感觉。无论是有经内底，也无例外，拢有即个教义伫即个其中。方法尽管无共，方向路是一条啊，一定爱知影放下，放下烦恼。放下执着，放下习气啊！回归到经题顶面所讲的，你家你的清净心恢复了，清净心是你家己本有的，明定心恢复，觉心恢复，你是成就了。觉啊，非常困难啊！如果无清净平等，你绝对未开悟。啊，清净平等心现前，故你开悟就真正近咯。啊，所以这个功下自在啊，咱用唯识来讲，意思才讲会透。啊！伫日常生活内头修行，生活就修行啊。修行未离开生活，修行就是工作，就是处事待人接物，无离开啊，无法伫世间不离世间法啊。伊无离开世间觉啊。面过来看本经，发大誓愿品，文。这是第六品，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咱家看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款境，所起佛刹，包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，你先到极乐世界。你所住的所在，这个才是刹土。咱今仔日讲星球，啊，广袤严净，这个所在真大，比咱的地球啊大真多啊。咱地球伫太空当中是真正细真细一粒星球啊！对啊，咱拢嘛拢知影呀、啊。我即个有一张相片呀、啊，所以看到啊，这所在有一个蓝色的点，啊，这点是伫太空去的。这个地球，你看到有一撮光，诶，这个所在，这是银河，银河系，
这在什么所在翕呢？距离地球40亿英里啊！咱放下这人造卫星，人造卫星啊，飞出去40亿英里啊，40亿英里以外的啊镜头，结果啊倒转来翕一张，上登了地球。你甲看就这么一点啊，尔40亿英里啊！真正水真水啊！所以咱人啊，爱知影这个事实真相啊！这里碎碎一粒球啊，咱人伫顶面的生活，40亿英里以外看袂到这个人啊！那人比细菌佫较细啊，伊还佫袂老实。啊！伫这所在咧，脚踏地球错咯。明白了后，你还真正用功去修行啊？人确实是宇宙的主宰啊！宇宙对对来咧，是咱念头发生啊。这现在和量子力学啊，证明咯，所有物质的现象。是啊，意念累积的一种连续性，根本都不是事实啊，是一个幻觉。啊，你看，叫做世界这个公台啊，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啊，这个星球大，叫做世界比太阳大太多了。那也无看到呢，太远了。伊距离咱10万亿的佛国土，这个佛国土是10亿的银河系，10亿的银河系，10万亿的佛国土呢，就是10亿啊，结果乘10万亿。这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咱看袂到啊！啊，虽然这样远啊，可是咱的念头信息还不可思议。咱念头一叮当，那边就收到了。所以这念的速度，无办法计算啊！法眼观内面甲咱讲的，一米顶。米林就是咱现在，应该是现在，量子力学内面所讲的小公主啊，一个细细光点，我看内面称为啊米林啊，一个米之米啊，那阿罗汉的天眼都看未到。在佛经内面跟人讲，8地以上，伊也看到了。这尼细一个物质，一个物件呢，一个物质现象，伊啊，富足4大魔蕴，4大魔蕴，众缘和合。生出这个现象啊，也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。一切物质大到虚空法界啊，最到甲一个微尘，拢是组合的。伊对对来是对意念内面产生的。意念是缘，自性啊是体啊。那无意念呢？啊，自性为三性这物件，所以自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为什么拢不是？也生万法，也生物质现象，也生精神现象。
但是伊若拄着缘呢，缘是啥物？缘就是浮动，即、这个性质就是浮动，所以就是讲一微尘一末端，伊拢咧震动，伊无震动就无咯，伊就靠震动才会产生即个现象。啊，即、这个震动伊影响的范围偌大，变化界、虚空界啊。你看，讲三种周边，第一个周边法界，第一即个动就周边法界。第二个现象啊，自性无尽，随着意念产生变化，无量无边的变化。啊，那如这个课程嘛，是真正困难呐、啊。为什么伊会产生这么多变化？我想真久了，想着细汉的时阵啊，佚佗这个万花筒，所以就有真多同学找着真多万花筒来送我。你看万花筒真简单，内面三片玻璃，放一点点啊碎纸咧，无共颜色，你家洗。对，早到暗去个洗咧，啊，伊内面多一些变化，全部一个是共款的，那就是说明咯，那就款意思啊，啊，真正是出生无尽啊，对，这内面就看得出生无尽啊，啊，所以心法界义真庄严万回堂啊。第三现象含有空有，也对万花筒内面会当看到。你看，这个无量无边的这图案拢总体来对，含有空有，就能大乘经上啊，大乘经上常常有两句话讲：心包太虚，量寿三界，包太虚啊，是含空。两洲三界呢？是拥有啊，度量大会包容啊。这个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你拢会当包容，为什么？伊是变，主体是自性啊，自性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真正把这大道理创清楚、创明白。什么问题，家己都没当做主啊！身躯病就当病了，有需要治疗无需要啊？我两头一转病都无去了。啊，伫头前甲注意过这里，啊，咱这东北啊，有一个东修。然后数分技术，顶摆呀，来伫遮来住了八天啊，伊啊，就是红斑狼疮。我在到遐时阵，即、这个鼻鼻感情搁较可怕，着这鼻涕好是无办法存活。啊，也不行，就这个病，天生的不得住。对，我患了一点啊怀疑都无，所以就这个病，医生甲伊讲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，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。伊听到了不计数啊。我甲这个代志放在心内。伊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伊什么念头都拢无。所以啊，医生是赞叹伊啊，你的心情真好，这真难得啊，从来无看到的，有比家己好咯。伊医药都毋免用，用医药起副作用，所以医生甲伊讲啊，无办法医啊。对，
转去，转去过一段时间好咯，佫检查无去咯，连婚礼都拢无啊。所以知影这是甚物调整心态啊？伊心内只有阿弥陀佛啊，伊无病啊，所以伊遐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拢总恢复正常，啊，是即款道理啊。身体内面的细胞，凭咱的意念会当恢复正常；外面的山河大地，咱的意念也会当可以恢复正常。卖好有地动，卖好也有灾难，你做会到呀？毋是做袂到，伊呀，只要真心就会用了。如果你带了怀疑，就袂用你啦。你讲的全部拢破坏了。这是人眼前看到的这证据啊！啊，咱伫西方这书籍内面有看到，西方人伊讲是祈祷，祈祷力量不可思议啊！实际上都是改变观念，有一个例啊，这个例科学有报道，有一个妇女得癌症，肿瘤啊。伊这个肿瘤也相当的大咯，差不多是有3公分啊，遐大的一粒瘤啊，还真严重呢。三个医生，甲伊啊做祈祷，祈祷的时阵，心地真诚，一个妄念都无，只稳住一个念头，甲看。啊，应该是伫咧翕即个 X 光的时阵啊，看到即个肿瘤啊，看到伊，诶，医生将即个意念走去咯，啊，就是讲即个瘤啊，走去咯，走开，走开咯，就是即个意念，就讲即句话呢，走开咯。另外是时间呢，2分40秒。这个瘤就真正无咯，科学要安怎来解释呢？真正无咯，这是属于集体的意识，三个人，一个人的意念就真大，三个人呢？所以西方人对于这个理呢，这科学无办法解释呀。但是到最后，用资料解释可以了。有些可能就是意念主宰一切，意念会当啊，将所有物质环境改变啦。所以咱的身体调变是什么呢？无限的念头啊！贪嗔痴慢疑是即个病的因啊，叫病毒啊，有加讲三毒，迄是因啊。怨恨恼怒烦，迄是缘啊。你若怨气，若有烦恼要发脾气，肯定你会破病。所以，如果甲即个态度一调整，逆境我袂生气。我未怨恨，顺境我未欢喜呀。永远家家己的心摆伫咧平常心，就是讲摆伫咧清净心。清净心现前，啊，你内面遐病毒，逐逐连连就会有正常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毋捌听讲迄地有病人，毋捌听讲迄地有医生，什么原因呢？咱今日了解，心态好啊，无烦恼啊，就是个原因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无灾难啊，
啊，公仆严正，严是庄严，正是啊清净啊。讲行如镜，佚照啊十方。这人的大地啊，这尼啊美好，完全是善念啊变现出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，迄、那个所在居民，该是上仙故会一处。那是先到甲极处咯，上仙之灵不会一处，所以咱若想讲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你都爱有善心，你若无善心是袂当去的啊。阿弥陀佛袂甲你收红包的啊，你去都爱比你的真正上仙啊，所以。经典是拍开，你看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毋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就袂当去啊。这路标准无有啊，这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要安怎学呢？可注意讲，地主规就是十善业道啊。十善只有十条，地主规内面讲较济啊，讲较真详细。你会甲地主归落实，甲太上感应篇落实，你啊，都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念佛肯定往生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具备伊个条件啦。如果地主归感应篇你无做到，你啊常常犯过失，念佛也袂用的啊。念佛你命中的时阵，阿弥陀佛也未来接你啊！你想看为什么呢？惊你甲烦恼习气带到叫世界啊，啊，甲叫世界破坏咯。人是放甲真严嘛。啊，心行不清净啊，是决定未当去叫世界。所以念佛人真多，往生人无多，原因伫即地啊。出家人最加很多，对，如是三昧六义。三昧六义啊，无做到，出家人念佛未到往生。这个道理是会当了解啊，这真正毋是假的。所以叫做世界美好原因，咱拢知影咯。啊，咱这个世界甲叫做世界有差别无？毫无差别啊。如果咱这世界上的人真正会甲伦理道德、因果、教育啊，拢总甲有好咯，咱这世界就变成叫做世界了。这真的不是假呀！如菩萨在这世间苦口婆心的教，非常可笑啊！相信的人少，不相信啊，较多啊！现在咱的社会比不了过去了，免讲多，30年前。我初来到香港来讲经，1977年的香港社会啊，比现在好太多了。迄个时候香港无地铁，也无即、这个水道，也无即个大楼。我会记得迄个时阵啊，有一栋新的大楼，50层。伫香港的这海岸的这个边啊，迄、那个窗啊是圆圆的、圆形的，迄栋大楼伫的。哇，来时阵香港啊，上悬的一栋啊大楼啊，一般的厝的大概拢是30层、10几层、10几层正侪，上悬的都是20、30层，我就现在啊，
啊，迄个时阵香港真可爱啊，现在无可爱了。现在香港市啊，哇，个人讲诶，最无适合人住诶，即个城市啊，中 A 两乌。啊，迄个时阵人也阁相当善良，也有一点仔伦理道德观念，现在真少咯。现在叫我听都听无咯，这是咱来应当都要了解啊。下面也一句讲：铁桥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这是48愿的原文的一段。下面，老居士甲咱解释，你看，依一刹之力用，遍贴十方，这是讲的意思啊。十方叫做世界，阿弥陀佛这个佛刹，这个佛刹的力多，这个佛刹起的作用。遍贴十方，一旦明了啊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伊个波动，拢是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当然啊，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就来到咱这个所在。那为什么看袂到？因为是咱家己有业障，业障消除的人，伊拢会去看到。伊落世界伫倒位，就在面前啊，如对面前啊，这是真毋是假，讲的意思啊。一刹之相不坏，就歇。王遐嘛自在啊！啊，这个一刹那一地啊，你不改变啊。应用无限之功，有一法之协，无上妨碍，各国自在，无明公下自在无碍。那哪个甲伊啊？甲缩小。说到咱啊，眼前，咱啊有这物件，有甲有路用啊。现在地球麻烦咯，想应该是有你个代志啊。伊搞出一个电影，2022，全球联播。大概起了一点仔作用，我也是啊，几十年毋捌看电影咯，也无看电视咯。啊，我伫高雄伫喙齿，拢收看了后啊，转来甲我讲，讲有即个代志，一定要带去看。我有去看，看了后，我大家讲，这是一个警告啊，严重的警告，是一个信息，唔通去疏忽了，可能也会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。往年呢，
我甲真正做宗教接触，从来都毋捌谈过这灾难问题。你伫去年甲今年的这个年初，我伫澳洲访问十个宗教，伊访问一个宗教，拢提出这问题来讨论。大概伫一个月以前，咱这所在凤凰电视台，佮找我做一个专访，也讲到这个问题。现在主要讨论问题是如何应对地球上的灾难。不搞是真正有办法啦，毋是无办法。但是你得相信这会用的。爱尽心，真正会产生效果，而且敢是讲遐自在呢？咱这道场真正话衰啊！这地球真大，地球对咱来讲是公啊，咱这小岛人是威啊。咱学分毋通白学啊！看着眼前这状况，咱应该要安怎去做呢？这个世界，人人啊，拢嘛希望和平啊。拢希望和谐啊，可是人人拢无认真去做和谐，和谐对对做起，对家己做起才会用的。希望别人甲我和，我无爱甲伊和，这敢会用的呢？这敢做会到呢？这做会到代志啊！有教导人，教导的是所有的弟子。来修要好静，来对家己做起，要好静。第一条啊，是理论的依据，见好动改，见好动改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实在讲，就是啊，天寿国师的梦境还原观，后情的三段，有条对的未来，星球对的未来，万物对的未来。你甲我有啥物关系呢？这物件若创清楚，咱的境界就会共款咯，咱的看法就会一致咯。见好动改爱对遮来做基础，好伫大经黄严经上甲咱讲的。爱心就来帮助人建立这个基础啊！缘一体，缘是出来咯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！自性清净，万明体啊！我讲整个宇宙跟我是一家，一家要有距离。要有真侪别个无共的分子，毋是一家，是一体啊。我即几年来，对于九九年，
偌年咯？啊，真多无共宗教往来，啊，咱希望宗教会团结，啊，宗教会和谐相处，有左右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咱建立的什么款观念呢？如何教育我？每一个宗教都肯定有一个神，创造有这个神，做不主啊！佛教内底无呀，这主要怎样？佛教讲什么呢？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！这都是啊，佛教讲的啊，坐不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性啊。咱老祖宗嘛有讲，佛教无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嘛讲，老祖宗讲本性本先。三字经里面讲的啊，人之初性本先。那先什么意思？那先就是啊，佛法讲的清净圆明。这仙啊，这仙不是小仙，就是好吉咯，好个吉处咯，就是、这意思。不改工作，清净万明，用四力来改善。这是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伊是啊，不生不灭，伊是永恒的。所以咱咧甲宗教接触。那么肯定，因那所讲的神，所讲的上帝，都、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。我讲咱拢承认宇宙之间的一个真神，坐不住。我讲真神有圆满的智慧，恁会当接受未？会啊，拢肯定真神有圆满的智慧。真神啊，有广大诶，这个神通，你相信吗？相信啊！真神会当千变万化，拢相信啊！讲安尼好啦，啊问题解决咯，啊咱大家大前提解决啦。我所有宗教诶创始人，拢嘛是啊，真神诶化身啊！所以宗教是一家啊。我本来理论为讲来经去辩论，真侪人会来争辩啦，啊，结果啊，几十年来接触偌侪宗教，拢相信啊，拢肯定，将来都毋捌有争论啊，有代志啊，真正这人有智慧啊，一坐听就明白咯。真神为什么要建立遮尔侪宗教呢？是因为伫过去交通无方便，你看一百年前，确实伫大陆上我知影，有人伫庄卡一声声都毋捌入去，隔壁迄个田庄老死无相往来，伊活动的空间就一点仔尔，交通袂利便啊，无自信啊。那神要教化这个人，伊就变真侪心。伫啊，各个无同的族群内面，无同文化内面，伊啊要现甲因同款的这个环境，伫迄内面去甲教导。你啊，细心去观察所有宗教典籍，大同小异，70%拢同款。30%无共是甚物呢？伊是生活方式无共款，文化背景无共。来讲遮个啊，主要讲个方向目标完全是共款。民族博爱啊，这个总目标是共款。你看佛法咧，你讲大慈大悲啊，高德，
这个应对一寡疑问啊，讲得真好。有人问讲，什么是佛教？啊，祖师爷答复的就是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这是佛教啊。啊，你看新古约，新古约是三个宗教所依归经典，犹太教以古约，基督教以新约。天主教、新旧约拢有，伊内面咧讲啥物？最重要，神爱世人啊，上帝爱世人啊。你无讲爱信徒啊，你讲爱世人啊。啊，佛法大慈大悲是共一个意思。世界上要这大宗教，伊斯兰教。信徒超过10亿人啊！古兰经重要经文头前一定有一句：真主确实是仁慈的。啊，这就是共款方向目标拢一致啊，只是你生活的世界无共啊，所以宗教是当团结的。宗教会当来拯救地球啊！啊，因宗教的是祈祷，祈祷有效无？有效，但是迄个是地票，毋是地本。眼前的灾难确实会当化解，大灾难化作小灾难，小灾难就无去了，真正好过。不是嘞，无咧祈祷时阵，伊啊，即个毛病佫出来咯，所以毋是治本呢。治本是甚物呢？佛法讲的治本，治本啊是讲经教学啊，逐工讲，互逐个讲我，逐工学习，咱会当啊，真正得着啊。幸福美满的人生，嗯，中国老祖宗知影啊，这佛教无来中国以前，中国老祖宗就知影了。建国君民，教化为先呐、啊。古早时阵，中国人最重视教育，教育最多开始，对胎教开始。老母若有心的时阵。啊，胎儿伫胎胞内面也未出世，伊就已经伫咧学习。即件代志，哦，现代人发现，西方遮个心理医生用即个催眠的即种手段。哦，一个人回去到母亲坐胎的时阵，啊，在胎胞的时阵，能伊迄款感觉，伊拢讲出来。所以，这个在怎样讲，伊伫即个胎胞内面的时阵，拢有知觉啊。啊，老母的情绪啊，动作、言谈举止啊，对伊拢有影响。对胎儿拢有影响啊！这个真正在肯定啊，中国人这种胎教啊，是真正有道理的啊。伊若对这出世，你目睭闭开，伊就会看，伊就会听，伊已经在咧学习。所以中国较早重视扎根教育，伊若对出世到三岁，这1000天。扎根教育，这是一项当中非常小心去甲照顾，所有一切不幸的代志，毋通互伊听着，毋通互伊看着，毋通互伊接触着。父母爱甲伊顾会好，父母伫伊诶面前
缘投故知，拢着爱呀，规规矩矩爱合理，为什么？伊咧合有啊？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啊，5000年历史，5000年来，从地久安啊，这个民族是有智慧、有德行。世界上四大文明各国，啥个拢无去咯，唯独中国还存在。什么道理？教育，了解教育，这个佛教育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。不了解，非常不幸呢。啊，中国对满清亡国了后，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拄则统一，你不能侵略中国，发动8年抗战。啊，咱中国传统文化甲拢拍掉咯，咱逐工咧造反啊。啊，这传统的教育疏忽了，一直到现在也无办恢复啊。中国的教育，伫过去是儒释道的教育，儒家代表伦理道德，儒家代表因果，佛法呢，儒道啊，拢会运用起来对。而且国家向上啊，提升一层，超过六道，超过18界。讲中国传统文化，你未归佛教啊？这连外国、英国通比普斯，伊都讲啊真清楚，中国人心量大。汉朝时阵接纳。你做文化，就是讲佛教啊，是印度的文化啊，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接纳，而且认真学习佛法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。这是文必讲的，融合作为一体咯。佛。儒、道基础共款，拢是孝亲尊师啊。中国人非常重视啊，佛法的基础建立伫孝亲尊师。你看净业三福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来伫头一句啊。所以中国人教义佛法是有道理的。伊甲咱老祖宗讲诶，迄、那个根啊，是共只根。完全随顺境界，随顺自性，所以这是好物件。啊，中国对汉朝两个非常明显诶教育体系。儒家的教育是政府的推动，宰相带头啊，伫全国推动儒家的教育，佛德教育是皇上伊咧推动，伊咧主导，所以佛教的这个场所呢，叫道场。拢称师啊，师是帝王专用。啊，你去北京故宫去甲参观啊，你就会看到，师是政府办事机构的名称啊。
为什么用死神救死的呗？未使废除。宰相下面用褒，但是会当讲有增也有减，会当废除，会当增加，死是永远未使变动的。这是对伊的尊重啊！皇帝下面有九个死啊，有九来咯，也称为死，就变做十个死。由帝王主导，所以传播比如紧。你看，你一个官，孔庙只有一个，会富的庙唔知有偌济咧。皇上带头做一下，历代帝王几乎绝大多数拢皈依佛门的呀。拢是下摆才会出家人做老师啊，成为国师，元首是国师，清凉嘛是国师，皇上的老师啊。重视教育啊，既然咱讲要化解这个灾难，基本就是靠教育。宗教一定都爱教育，把宗教教育创出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逐天讲经教学，无一天中断啊，一天毋止8小时啊！啊，咱是明白咯，认识了佛教。这叫五体投地回复啊，仰望啊！我的老师，中国大师，我出家，而且叫我有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，30岁开始，79岁圆寂的，讲经教下49年，我26岁学佛，33岁出家，出家就开始讲经教下，教佛学院，今年52年咯。佛教是教育啊，毋是迷信啊，毋是宗教啊，这爱知影，伊是教育啊。所以老师叫我行这条路，我真欢喜，一心教学。老师最初叫我看的书，也拄我学佛啊，看什么？看些家谱，看些方志。老师甲我讲呀，你要学佛，你来先个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若无甲认识，啊，你就会甲路行错咯。这个字都非常重要。伊无教我读什么经，念什么就无啊。伊啊，就教我大声看释迦弘誓、释迦谱。这是唐朝人写呀，大藏经内面有。你认识了才知影讲，伊是人，伊毋是神，伊毋是神仙，才知影讲印度人啊，称佛，中国人称圣人，讲这意思。佛是什么？佛是讲我意思。圣是什么？圣是明了意思。你看明了甲讲我是讲这意思啊。中国人称。孔子、明子是圣人，在印度称释迦为佛陀，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啊，菩萨就是中国人讲的贤人，阿罗汉中国人讲君子，
啊，贵个明星啊，你俩弄清楚啊，你才会讲真正得到合法的利益啊。你才会知影讲这内底一丝毫未信拢无啊，所以中国帝王聪明啊。如果是迷信，伊哪会接受呢？对外国传来啊，真实智慧，啊，你这交流啊，啊，背后甲五体投地，这接纳啊，咱今仔是佛的弟子，甲佛教变做宗教。咁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呢？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这个老师啊，跟孔子同款的啊。当年在世有教无类，孔子也佫收一点仔学费，释迦牟尼佛无收学费啊，是愚昧老师啊。咱讲释迦牟尼佛是甚么身份？都原文化社会教育的愚昧老师啊。哇！大家人尊敬啊，今仔日甲伊拍入宗教，拍入迷信，伊讲咱这后世这地主应该死无？较早诶，即个道场是伊安堂。天龙时代啊，拢是普遍的教学，迄什么学校啊？我想佛教变做宗教，变做迷信，应该是嘉庆以后，还无300年啊，200多年，真正变质的应该是慈禧。所以做孝做真重啊！慈禧嘛是虔诚的佛教徒啊，嘛拜出家人啊做老师啊，不是迷信啊，伊毋相信佛啊，伊相信鬼神啊，真爱啊家己有缘啊，那就无办法咯。啊！伫慈禧以前，清朝宫廷内面，像这诶儒释道诶高人，拢伫宫廷讲学啊。帝王啊，就嫔妃、文武大臣，逐工学习，受教育啊。慈禧掌握政权了后，这条例啊就废除了。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挂胡乱的啊！人民上行下效，皇上太后，那不也拢是介意这个啊？所以胡乱的风气就民间啊，拢在学，这经也无讲咯，变作变差不多，用经常佛书咯。所以，对慈禧到现在也不过200年啊。佛教对了，甲成这款呢，真系偌痛心呢、啊，袂当讲毋知啊。啊，那要安怎做呢？咱一定爱甲释迦牟尼学习嘛。释迦牟尼伫倒位？伫经典内底啊。你看，咱逐工学经教，学较遮快咯。咱这个生活过个遮尔啊美满啊，本东美先生当年甲我讲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感谢老师，真正我这一生享受到最高的享受，是老大人教我。伊若无教我，大概我甲佛的缘就无咯，我无可能去接触佛教。
因为我甲现在社会大众共款，对佛教有偏见，因为讲伊是迷信，因为啊，伊是宗教，而且是宗教里面的阶级宗教，为什么呢？伊都信教，什么拢拜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精神，阶级宗教什么拢拜，这就出家太离谱了，毋是讲本老师甲我纠正过来。永远我都未改变啦，所以我拄着三个老师好啊。第一个是彭东米老师，第二个是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往生了后，我就第二老师。甲彭老师啊，啊是啊，启蒙。张家大师三年是奠定根基。你要跟李老师十年，钢筋教学是李老师教的，这个路径看。眼前的这个社会上，我看到有六种不同的佛教，就是佛教形式。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的教。能践行咯，教育，有德的教育。第二个是宗教佛教，这真多啊，真普遍啊。第三种学术的佛教，我嘛捌做过啊。伫大学内面会着佛经来开课，这个佛经铁学，我会记得我教5年啊。学术的佛教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有旅游的佛教，我伫中国台咧看到，观光啊，旅游的佛教，也有企业的佛教，开着真侪连锁的这个寺院啊，用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啊，田公公也阁有上市的，最后一种社交的佛教，就是这六种。你学佛，你学到一种，总得创个清楚，创明白了。那若无，你是迷信啦。啊，讲到这所在，咱这个小道场，这小道场是规规矩矩，重视这个教学的道场。这个话啊，这个教学道场。这个地球上佛教真多啊！佛教全世界信佛的应该是有6、7亿的款，有啊，这么多信佛的人。可是现在真正惊佛陀教育这个无了，咱要带头啊！咱来一个所在来带头，做出圣经来。哦，其他的道场啊，来咱遮看，来学习，慢慢就推广咯。那佛陀的教育啊，复兴起来，这就对了。我的老师本东壁先生，当年啊，真侪摆甲我讲，要复兴中国佛教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丛林制度是隋唐时代建立的。是甚物呢？正规的大学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私人教学，甲孔子同款，无正式的一种教学。但是到中国来，这是佛教的革命，甲伊学术化咯，正规化咯。所以你看丛林内面，就是啊，大寺庙，也即无分配。所以主席呢，就是主持方中是校长，守着黑箱是教务长，管教务，为奴是管训导，甘伊是管总务，甲现在学校完全同款。只是名称无同啊，这人必须爱知影，一定爱甲佛教甲。带回来教学，
啊，咱就无白做咯。所以希望讲，咱这同学，因咱俩好好来学习，甲发挥好，第一个身心健康，劳力也不衰，那就真好的模样咯。啊，那伫国际上，这个形象就互人真正新鲜。你下一个梦真大，看起来佫袂老，这家己会当做主咯。你也袂破病，然后啊，会当帮助化解灾难。伊那里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所以咱啊有意啊来办学。现在这盐可能啊，伫澳洲生息，想要伫澳洲办只大学，即、这个咧做米德川办。比一，现在咱有这个规划，这个做出来了后，佛教，伊伫社会上面目一新，毋是咧变迷信啦。咱若带头来做，而且小小慢慢扩大，这嘛是广遐自在无碍啊。所以咱学了都会响应。啊！咱这个道场光芒向四面去发射，会去影响真侪人。既然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